食为天，来到德国村怎么能够错过德国传统美食呢？在我身后的这一家 Hahndorf Inn 里面就有着非常著名的德国传统美食，不如现在我先带大家去吃个饭吧，走吧。已经有150年历史的 Hahndorf Inn Hotel 依然维持着当年的传统，让走进来的顾客觉得这里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家。近年来，这里更成为了南澳旅游的主要名胜地。除了欣赏南澳独有的德国文化之外，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好吃的德国传统美食。哇，在我面前的这一台就是这里最有名的 Taste of Germany Platter。让我先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吧。有德国猪脚，有各种不同口味的香肠，有蝴蝶结面包，有马铃薯，还有底下的酸菜。哎，可不要看小这底下的酸菜哦，可是这道菜的点缀之一。好，不如我先开动吧。这香肠真的好好吃哦，它里面呢还有浓浓的那个芝士，正式开中我的心头好。让我试一下德国猪脚。真的有点好吃到我差点说不出话了，正宗的，真的值得来试一下。